大家好，我是吴东林，很高兴能在台湾就能达到这种大赛，尤其是今年，升级为最高等级15万，总奖金15万美元，很少有比赛能够在台湾的观众面前，希望这次能如愿，就如愿在台湾的观众面前表现出自己最好的。大家好，我是尤成宇。其实好像打生态池好像也打了，好像今年好像打第四次啊，第五次了。就觉得其实这个比赛办在台湾真的还蛮不错的，因为办在台湾，首先在台北人比较多啊，观众进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就是感觉网球这项运动是有被感觉有被人家在看的这样子，他就会激励自己说打出最好的表现。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当然就是刮杯啊，就是赛前的 coin toss 变成刮杯，我觉得这蛮有特色的。这就是台湾的传统，就是庙里面在求，就是求事情的时候，就会先刮杯，然后跟他说，是怎样的刮杯，就是一正一反，他这样子就是，神明同意你这样子。这特色我要，当然，因为只有台湾才会有这个东西。I really like Taiwan. I came here something like 7-8 years ago for the first time.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and I really love the country, love the people, very friendly. I got some very good friends here now, and yes, I'm enjoying very much, and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ity, so it's a great time for me. 觉得这个比赛办在台湾，对我们的观众，还有增加我们。网球的能见度来讲是非常的好，我会觉得，因为出去比赛真的很不容易。如果说国内有比较多类似这种挑战级的比赛的话，选手他的实战经验，还有他有机会可以拿到一些分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三太子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4月7号到4月15号，在台大体育馆，等你来看球。等着你来看哦。